道士牵着小鬼行伫红毯顶面，另外还佫有伫头壳遐顶画着画年画包公。地公中二学生伫即天一个一个发挥创意，打扮成各色各样搞怪的造型，脸黑黑的，特别霸气。本来是我要扮那个包公，因为我扮包公不用化妆。我是木乃伊啊，感觉比较猛，就比较强。甚至还佫有饮食出现伫校园，非常逼真。学校伫班联会学生的争取之下，决定徛伫多元发展的立场。头摆举办万圣节应景活动，就越来越长大，就一直没有参加类似的活动，然后也没有机会去扮装，然后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让全校一起来参与万圣节。万圣节在天主教里面叫诸圣节，是庆祝就是因为一些殉难啊，或者是已经升天的一些圣人。因为在天主教的文化当中，无庆祝嘛无鼓励过有关鬼怪节日，因此学校把重点放伫变装比赛，同时配合英语日，用英文来认物万圣节，也是节日的经典游戏《加朋哥 Come Trick or Treat》。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，然后这次来德光高中是第一次。啊，你好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快乐，是很好玩的活动，所以我也很开心。在台湾麦当过节，成功大学康中林大学的外国学生也特别来体验，安排地公中二学生来做伙，动手制作创意点心和巧克力饮料，互相交流，增进友谊。创造美好的回忆，也期待明年万圣节再相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